你好，欢迎收看杭交论股，我是洪宝新。木星旺母希宝2021财政年第二季转盈117万令吉，上半个财政年正常化亏损为238万令吉，低过 MIDF 投资研究和市场的预期，因为原本就估计本财政年会有正面的表现。行家将本财政年的营收预测调整为11令吉，净利预测则调整为520万令吉。在短期内，鉴于严格的防疫 SOP， 预计木星旺的营收和盈利前景将保持低迷，主要是工地的劳工比重限制以及建筑业务和旅行活动的复苏速度放缓，可能会抑制中短期的盈利前景。至于机场特许经营业务，行家认为盈利贡献将保持低迷，不过该公司手持9亿4900万令吉的强劲未完成订单，可支撑未来2年的盈利展望。行家维持中和评级和95仙的目标价。